皇家警察扮演着人民保姆的角色，但近来许多黑警的事可谓多少打击了警队的形象。警察总长丹斯利·拉查鲁丁日前在台上训话时，就对警区主任在台下针对警区事务十问九不懂的反应顿时发飙，直言难怪下面的人作怪，这里拿那里拿。Selama ni kita cakap yang baik-baik, kita nak pulihkan PDRM. Ini standard kau nak pulihkan PDRM. Engkau langsung tidak bersama-sama dengan kepimpinan tertinggi PDRM. 这则长达4分钟57秒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画面中的拉查鲁丁是在本月一号在蕉赖的警官训练学院，针对巡逻警察出勤的标准作业程序，向在场的所有警区主任发问，但台下没有人给予反应，气得他横眉怒目，于是对警区主任们训话。他也说，他和副警察总长都是主管级，如果台下的人犯错，他们本身也有错，所有主管都错。他提醒，主管不是高高在上，而是需要扛起监督责任，并对警队前线人员的所有作业程序了如指掌。今早，拉查鲁丁及副警察总长拿督斯里阿玉干率领警队走访班达马兰新村八板路时，村民纷纷闻风而至，只求一睹警队一二哥的风采。随后，拉查鲁丁对记者一开口又提及警员的纪律，他说低薪并不是贪污的最主要因素，相反，警员的个人态度和思维才是最关键。他也欢迎民众举报违例的警员，包括他本身如果做错，都欢迎民众举报，绝不包庇。至于有指巴生如同哥伦比亚治安不济的说法，拉查鲁丁强调，未免人民恐慌，警方绝不容许巴生被标签为犯罪之城哥伦比亚，巴生是皇城。